主料鸡一只，冻豆腐一块，辅料姜10克，葱20克，盐8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鸡从包装中取出，清洗，锅内放入葱姜，加水没过鸡，炖熟，下入结块的冻豆腐，加盐调味，炖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年后放置的鸡汤的香气更容易炖出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